真的是超级的明日之星啊！至于妹妹来，至于妹妹上来，至于美少女，然后就是我竞选总部开张的时候，至于上去讲话的时候，突然现场那个本来要散了，就他讲话的时候，突然人全部回来了。你几岁？真的。对啊，你不相信。你讲一讲啊，随便你讲，让大叔们吓一跳。你最近拍了什么广告？牛头牌鸡汤块。哎呀，来我们演一次好了，是有怎么样？还有一个男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。真的、啊，爸爸妈妈，爸如你演爸爸好了。他说他当哥哥啊。啊，当哥哥，好好。哎，那一中同学你当爸爸好了啦。哎，好、哦。对啊，你演对啊，然后你来啊。对啊，爸爸有台词吗？我想一下，好像有吗？对啊，他亲妈妈，所以妈妈上来，妈妈是路人甲。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他报名了。那我其实是先认识妈妈，可是我突然就想不起来妈妈叫什么名字，我就问他妈妈叫什么名字。你有本名吗？对啊，可以讲吗？对，就我就是对哈，对哈，郭小姐。然后他说 DJ 爱冠喜啊，其实每个人都不记得他是谁，都记得他是志瑜妈。对，我们帮志瑜妈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？真的不简单。那个，所以还没有演完，一中同学要演爸爸，好、哦，都没有人要演啊。小芳来上来演妈妈吗？我不要，我才16岁，比他还小。对，我们的俏护士哦，林玉慧来到现场。好，我们先让志瑜讲。好了，那我演妈妈，你演爸啊。好了，那我们的台词是什么？就是我是妈妈吗？我是爸爸。谁是爸爸？爸爸亲妈妈。爸爸亲妈妈。亲不下去，亲若芳。有谁要亲妈妈的？来演爸爸。到来。你不要真的亲哦，来。一开始就是一样，就是丢鸡汤块，然后妈妈就是说今天也是牛头牌鸡汤块，然后我就说要趁热喝哦，然后就是妈妈就那刹那会丢鸡汤块，然后爸爸就看着妈妈，然后就觉得妈妈好像就是很有气质，很大叔，他记不起来。然后就是妈妈部分就是丢鸡汤块，然后爸爸看到妈妈丢鸡汤块，就是偷亲妈妈一下，就是脸颊啦，对对。然后不是哦，有一个版本，有一个没有。真的吗？甘纳西啊。好，我们来预备啊。所以我没有台词。制作人，制作人，没有动作而已。是不是？是 action 吗？好，来，等一下，请喝汤。今天也是牛头牌鸡汤块。要趁热喝哦。我想吃汤太多，我想要鸡汤块。你不要开始做动作而已。啊，至于呢？没了吗？哎呦，轻轻哦。然后就大家都讨厌。啊。给你塞这么大的便宜哈，哎，拒绝哈。然后所以至于那个，我是每一场游行的时候认识你的。我是哪一场？你14岁的时候嘛，我记得。差不多14岁我就认识，我是在集会游行的时候认识，我就想说这是虐待童工吗？可是后来我发现是妹妹自己有想法，那个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哦。所以那个要朝这条路发展吗？随缘吧。唱歌吗？还是演戏？就是看以后怎么发展，就是自然让他这样子。对，那我很讶异，就是说哇，14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，不是这个身高啦哈，就是14岁的时候他讲话就很成熟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在游行，后来在网络上也都有继续的互动，所以是心里是觉得是不是网络上的朋友其实才是真正理念型的朋友。我当然做组织交很多朋友，可是网络朋友其实他才是让我们答议题、了解社会、改变社会真正的力量。好、哦，有没有什么要补充？
应该没有吧。好，那我们先掌声鼓励哦，谢谢。什么学校啊？我是万中的，万中的师傅。哦，是万中，全名叫什么？万华中学，万华国中。对。哦，好，好，超可爱的，谢谢志宇妹妹，谢谢。